三秒完成安装，两秒话息。我算是全网第一个拿到这款电动铁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子几天，又入手了一款 T80 的正流原子迷你智能电动铁。入手的原因主要有两点：第一个，它小巧，它可以像笔一样装在口袋里面，携带方便。我拿支笔对比一下，大家对比看啊，大小和笔差不多，长度呢？我把它的盖子取下来，比我的笔还要短一点点。当我需要使用的时候，花三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装好，只要把烙铁芯插到底就行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配合我们的充电头子使用。像我这个充电器，它是65瓦的一个氮化镓充电器，当然也是正流原子的。如果我们配合100瓦的充电器给它使用，那么它的化学速度可以达到2秒。用手机充电器、移动电源等 USB 接口都可以给它供电，这样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。放下的时候停止加热，当手把它拿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加热。它这里面有一个速度传感器，因为手拿起它的时候总要运动、要晃动，对不对？大家注意看，我放下电烙铁的时候，这最上角的这一个小亮点就熄灭了，也就停止加热，进入休眠状态。里面的一些参数设置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，焊接能力很强悍。毕竟它的功率板在这里，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瓦。当然，用完之后可以像笔一样把盖子盖起来，像笔一样随身带着，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。因为手机充电器或者移动电源，我们也是随身携带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下期啊专门做一个视频，给大家分享分享我的使用体验，请点赞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